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老赵。今天呢，还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在这里收一个晚上的料子啊。这里呢是龙垦夜市，相信大家都对这里不陌生啊。刚刚开始。过来看的这几个石头都不太行啊，接着看看会不会遇到什么好的。啊，朋友们，这个小小的料子啊，一个墨西沙的，这种价位不高的话可以收下玩一下，沙粒也可以，小小的。看给5万有没有机会帮给5万啊，看看能不能开啊。这的话裂太多了，他叫100万，我们看看给5万能不能成交啊。水头空度是够的，但是这个话肉太粗了啊，它是洗出来的这种肉。上面带了一点点这个色花，也是翘色翘出来，整体来看的话没有裂，刚好一小个，可以做一个啊挂件啊，可以做一个小雕件雕线。这个料子要500万啊，看看这个料子能不能谈成啊。这个阿妈给我们送了一个墨西沙的一个小料啊，还是有点像一个小灯泡一样，你们看这个背面的话呢，还是一个有一个一灯透的一个效果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一点花啊。阿妈她开了100万啊，这个小石头先给5万嘛。啊，这个阿妈要50万啊，但这个料子的话呢个头始终小了一点，东西是能做的啊，效果也比较不错，给她试碗嘛，不然其实这种料子的话呢，最高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15左右啊，但是再高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。15万嘛，最高不行的话就算了，我们就开到我们的最高价啊。谢谢了，这次罢了，只能是再遇下一个了。刚刚那个东西的话呢，就是说它个头小一点啊，里面的肉不是很多，因为它皮的话还是很厚的，它没有洗够，但种的话是没问题的。大家看那个空度很 OK 的，如果15万能拿下来的话，差不多几百万，400-500块钱，如果拿到国内的话是吧，那几千块钱一点问题没有啊。那是这一个很长时间没有见到的一个会卡的一个红沙啊，你看它这个这里是带着这个红沙皮的，你看它这个其实蜡壳已经全部偷了，然后这边的话还留了一点点，对吧？看得出来它是一个会卡的料子，老敞口的，我不知道嘞，这个东西300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有点裂。算了，我们先谈一下那个，我们先从几十给起啊，因为这个会卡的话呢，它怎么种的话也过得去，然后的话它算是一个比较老的，就是我们说老会卡，对吧？现在的话呢也比较少了，像这种皮壳，我们不说它里面东西如何，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个老物件，对吧？然后现在的话谈的话呢，要的价格的话偏高一点点啊，现在这个价格的话它一般以下不谈，那就可能没有机会了啊。好，结束了。过来了一个墨西沙的一个断口料啊，它从这边断了，然后这个是它人为可能挖的时候敲掉，这边的话是风化皮风化出来的。大家看这边的话呢，这种也是白芒是吧，空度非常够啊，然后上面的话带草花啊，总体来说这个料子的话呢还是可以的，不劳累。这个它这个要1000万啊，货倒是能做的，能出东西的，有这个牌子的位置啊。所以说具体的价格的话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给了500万啊。这个来那个我们这边又来了一个大家伙啊，这边的话呢是他的一个物啊，这里有一小包皮的话，像这边你看包浆了啊，是吧？这个是一个木纳的，我们给他一口价看看，给他200看看。这个料子的话呢，反正价格的话就看到就是在这里了啊，已经定性了，差不多行的话我们就给它拿下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老哥送过来一个飘兰花的一个小冰料啊，那你看到头沙位的话呢肉已经黑了啊，这里面的话飘了一点点兰花，它里面有兰花的话它会抬这个料子的一个种水啊，所以说它里面的话呢种要比现在看起来要更好一点啊。整个的话毫无疑问是个小灯泡，那么裂的话呢也是有一点啊，总体来说这一包可以取一个带花的一个大的一个挂件啊，或者是一个
随行牌子啊，啊，位置是有的，它劣势从这边走嘛，对不对？肉是有一点点，对吧？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小东西，一个如意啥的应该是可以的。啊，我们问一下他多少钱吧，这个料子。那要报3000万。你跟他说敞口是欧巴列的，让他便宜一点。欧巴列的价了，那么看好吗？看呢？哪怕看教室了。现在我们在敞口上面有一点争议啊，问他给他100看看。啊，800也不可以，900也不可以，800也不可以，1000也不可以。啊，我们给了他百数啊，他不行啊，还给他了啊。你说差了不远的话可以加的，几百万可以加的。违法了，溜。他说差得太远了啊！哎，朋友们，这个我朋友传哥，这个在我来之前他封了两个，现在的话呢已经成了。这是多少，传哥？20万，这个也是20万。我们帮他欣赏一下，因为我今天来的时间是有点晚啊。我们看一下传哥的，来，你看哦，这个个头是吧，还是挺不错的，是吧？达玛坎的水石裂呢是有一点，但是你看这边还是可以做东西的，有一包没裂的是吧？种的话呢，空度非常够啊。黄木层也有，那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，20万的话，反正合人民币也就是在一个800块钱左右啊。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达玛卡的水石啊，这个的话主要是玩一个它的一个底色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这一包的话还是比较润的，对吧？也没什么裂，这边这一包。总体来看的话呢，这两个石头个头也有啊，啊量足，然后的话呢，裂有的地方多，有的地方少，还是可以取很多的件的啊。具体价值呢，就要看各位测友们自己是喜欢与否了。好，这个呢，我们还给传哥，看看今天晚上还有没有机会再开几单啊？这个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墨西沙的啊，肉略微粗一点点，但是呢，总体来说空度还是很好的，也可以玩一下啊，这种小玩一下啊。整体的话呢，也是一个小灯泡啊，这边还有花是吧？有一点草花。这个的话，我们看给他一手多少？给他一手15吧，15万。不可以吗？20。我们慢慢的像，慢慢的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加一点。啊，只能是给20了，这个只能是谢谢杰斯巴啊。哎，这个是今天晚上遇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大摆件啊。这里的话呢，已经放橘红了是吧？有点这个红翡的这个感觉了啊，红点。然后黄翡的话，你看黄木层这些也比较好，然后它全身的话是有这种兰花的兰花色带啊，然后这边的话呢是一个玉白肉啊，对不对？全身的话呢有4种颜色啊，然后的话它的做摆件的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形状啊，你看这一面挂件可以切好啊，非常饱满。如果是做特色挂件的话，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特色挂件啊，但是大雕件的话呢也是有的。给了多少个呢？1000万一家的，100万1100了。1100啊，看看能不能封这个。他要是说拆个1500，要不再给他上一点。起起来，阿哥。好的吧。啊。这样还是比较明头 C 位嘛。啊，高高标了，这样都是。没压五楼了吧？这个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墨西沙的一个料子啊，但是这个料子的话，你看，它是有一道大裂啊，一分为二，两边的种水呢倒是还算可以啊，也算是一个化开了的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阿姑她应该也是捡 MC 料子的，要价也不高啊，这个她要了100万啊。你看上下的话可以分开来，一边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挂件啊。那像这个料子的话呢，适合那种刚上手的人玩一玩啊。5万吧，问问他行不行。当压了的压招吗？不行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肿的话还是欠一点点啊，然后个头的话比较小，下面的话呢做的东西也不大，只能说是付一个材料费这样啊。不行的话算了啊。他要卖多少最少？CC 的料子，报价30万。要不我们给他再加点啊，到8万好了。8万。好，那算了啊，这个我们就只能还给他了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，也是拿过来一个达玛坎的。G68，开窗是开了这一边，雾层也有啊，空度够了。这个你看这小包。切出来做的东西是完全没问题的。多少不闹这个？多少？500是吧？我们看一看一手50能不能成啊？给他加10万吧，60嘛。咱们再研究一下，因为这种料子的话呢，感觉差距不大啊，就看一下有没有必要再给他加一点。这边还可以开啊，这边还可以再往下走啊。
加一点，再加一点，我再给它加一点吧，不然这个，你要给它七十。不能等一下，不能等一下了，它最少要100万。其实价格差不多了，可以看到这个阿哥呢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阿哥，他其实应该也是 EMC 挖石头的，也应该是比较辛苦的。你刚才说，最高了80，因为我们也是要有点赚头，80行的话就，行，不行的话就算了，80。要不你问问他可不可以直接打电话问一下，因为今天的话夜市要结束了，如果是可以的话呢，我们就直接拿走了。没有啊，这个没人救济，我叫不他，要不然就再把东西来。啊，你看嘛，对吧？这个已经是人很少了，马上夜市就要结束了，所以说只能说是让他打电话问一下。80如果可以成的话呢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打完了是吧？对对，他说再加个一点。再加个一点，加不了了啊，就80了。这个不行的话就算了，完了今天没人了，要收摊了这里，行不行？阿哥，80 ，O 不 OK？ 80万啊，这个80万我们拿下啊，给他数80。80万的话和人民币也是。也是要接近于一个3000左右了啊，这一砸呢是那个100，啊，这80万啊，你数一下，然后他的白卡的话呢，5%，1234，这个是他的那个白卡钱啊。今天晚上咱们终于成交一个了啊，你看他钱都不死啊，非常信任我们啊。OK， 来朋友们，这个奋战了一个晚上，终于就是80万把这个拿下来了。啊，一个打码卡的，然后这边的话种水非常好啊，做什么特色挂件完全没有问题，里面的种还是非常可以的。如果是你们喜欢的话，因为这批料子这两天收了呢，马上就要寄回国了啊，走，回去了。